多伦多蓝鸟小联盟六名选手因使用禁药遭到禁赛60-72场不等。对此球团发表声明表示，这对球团来说是个很失望的情况。根据 ESPN 报道，有六名蓝鸟队的小联盟选手使用禁药，是可以增加肌肉力量的保单，同菜鸟联盟的右投 Joel Conception 被禁赛60场。另外右投 Juan Jimenez、 左投 Nasir Polino、 游击手 Hugo Cardona、 内野手 Yuan Puts 和捕手 Leonisio Ventura 都遭到72场禁赛。蓝鸟总管 Ross Atkins 透过声明表示，这个情况对球团来说很失望也很不安，对于球员做出吃禁药这个选择很失望，但更不安的是我们的环境出错，所以让这样的事情发生。我们有责任创造一个环境和文化，让我们的球员知道使用禁药是不能被宽恕的，要给他们机会教育，来确保他们不会做出这样的决定。Atkins 说。